本期的主题叫做同曲对唱，这次是由两个人共同演唱一首歌，通过编曲和演唱风格上的不同来呈现同一首歌不同的魅力。8位歌手跟推荐人可以进行合作的舞台，而且他们这回是既要这个对比啊，又要同时完成一首歌。20多位歌手只能有16位能登台。 哪几个歌手的能力跟风格，他更适合完成这样一个同曲对唱的舞台？这些人虽然个顶个都特别棒，但是他们搭在一起有天造地设，也得有难为他们一下的啊。我们要怎么搭呢？好难啊！如果这是一场战斗，有他在会踏实。陈楚生，07年我跟他同台，我只能看着他的背影。今天在宝藏歌手的舞台，我希望他在我对面。上一秒还是朋友，登台就成了对手，太残忍了。我的得到就意味着他的失去，我不希望这一幕出现。 我不希望他的努力白费，也害怕自己落空。我永远不希望以对手的身份站在 Ice Paper 的面，因为他是我兄弟。这里是加一点就好鲜好鲜的海天蚝油独家冠名的《谁是宝藏歌手》。演出顺利，干杯！你们在喝什么呀？感觉好好喝的样子啊！这可是最近宝藏歌手们都爱喝的宝藏酸奶豆本豆。但是我最近在保持身材。别担心，豆本豆植物酸奶是100%纯植物发酵的，它里面有丰富的膳食纤维，不会长胖哦。我喜欢这个芒果味的，清清爽爽的。 真的很好喝，零乳糖、零胆固醇的豆本豆用来做水果捞最合适不过了。不愧是宝藏酸奶，怎么喝都好喝。这个零负担的夏天就拜托你啦！谁是宝藏歌手合作伙伴？豆本豆植物酸奶，宝藏酸奶豆本豆好喝也要零负担。谁是宝藏歌手肌肤修护官伏尔加？宝藏伏尔加，重启肌肤再出发。海天蚝油，谁是宝藏歌手？待会儿见。海天蚝油，谁是宝藏歌手？ 现在继续，这里是加一点就好鲜好鲜的海天蚝油独家冠名的《谁是宝藏歌手》，谁是宝藏歌手合作伙伴豆本豆植物酸奶，宝藏酸奶豆本豆好喝也要零负担。谁是宝藏歌手肌肤修护官伏尔加，宝藏伏尔加，重启肌肤再出发。关注海天微信公众号，参与《谁是宝藏歌手》宝藏抢先计划，为歌手提前加油，争取舞台抢先福利。 嗨，你们的海天豪哥又来了！今晚歌手以宝藏之名再次展开全新的同曲对唱模式，谁能搭乘联名的列车呢？可要像我们的海天蚝油一样一招定先，全能又好用，才能稳操胜券哦！下面就让我们掌声有请今晚的宝藏推荐人出场吧！知道各位，造起来耶！ 今天我们有16位歌手组成了8组对唱，让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第1组歌手，他们是谁呢？请看大屏幕。没看过的符号，新的符号吗？哇，还有新来踢馆的歌手啊！哇，好棒啊！我们这节目充满了惊喜，好像有线索，有线索啊！他们是谁呢？我的线索是护士专业的歌手，哇！ 全场都知道他是谁了，哇，他就是孟慧圆，因为孟慧圆她就是护士专业的啊。孟慧圆是护士专业的对吧？还有谁是护士专业的？拉拉姐、徐佳莹也是，对。徐佳莹也是了。你不是也是吗？我拼，因为你抚慰别人的心，好吗？那他们2个人都应该是护士专业的歌手哈。对，我们来看看，他们俩究竟是谁呢？是谁的？上台了。哦，来了来了来了哦！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飞行推荐员，我是戴宇浩，歌手杨千嬅。 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飞行推荐人，井号歌手毛不易。毛不易都长个了哈，西服都短了啊，好棒！这两位来，我好惊喜哈！两位老师之前有没有看过我们的节目啊？我有看过，挺感动的。不只是展示音乐上一块的一些作品或者是歌手演出，而是你可以听到他们自己内心的故事。 觉得这个舞台非常的丰富，然后也很多元，既有我们耳熟能详的歌手，也有很多新的我们大家不太熟悉的歌手，但是都能在这个台上相互的交流。哇，那看来两位老师都特别喜欢咱们的节目，那我们欢迎两位飞行推荐人入座。谢谢。今天小袁因为特殊原因不能够来现场和我们一起录制，但是此刻他正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全程观看并参加接下来的录制，让我们来跟他打个招呼连线吧。王源，王源，哇，帅气 ！Hello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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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久不见，想你们，想你们，现场的观众你们好，我这边是实时的画面，所以我也会 好好的听歌手们唱歌，然后会和大家站在一起，然后给他们一些好的夸奖和一些建议吧。多可爱！好，既然现在大家都到齐了，我们就来看看第一组出场的歌手究竟是谁呢？我们的乐坛含羞草毛不易先生，对不对？因为新专辑要发了哦！哇！ 那今天带来的是新专辑的《幼鸟指南》中的一首歌，叫做《于是没有洗头》，希望大家喜欢。有点清醒，有点失落。 昂然无休，成群结队。下一组出场的歌手是谁呢？哇！陆虎跟主唱。 这两位是14年的兄弟，上一次原创歌曲的表演非常的完美，这一次的合作方式是又竞争又合作的关系。那这一次我们看看两位会不会给大家带来更大的惊喜和突破。大家好，我是陈楚生。大家好，我是陈楚生的好兄弟陆虎。 你说陆虎老师这么的可人爱是吧？今天这个舞台其实是你们俩熟悉的，因为比赛的时候既是兄弟也要互相竞争，对不对？之前快男的时候，对，我没赶上那一波竞争就走了啊。毛毛老师是不是和陆虎老师很铁啊？对我们甚至来参加这个节目还。 找很多朋友帮他录制了那个加油视频，我真的很认真说了很长一段话，结果剪进去就一句。你现在可以说吗？我忘了是不是？你看看这兄弟情的深啊！然后我们今天演唱的这首歌叫做《水星记》，有一点像这些年我们两个的关系一样，水星跟太阳它是最近的这个距离，但是一直有自己的生活的轨迹，一直望着对方，就是这样互相遥望是吧？对。好嘞，那我们就看看这两颗星要怎么转了，来。还要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？还要多久才能和你接近？咫尺远近却无法靠近的那个人，也等着和你相遇。环游的星星，怎么可以拥有你？还有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？还有多久才能和你接近？咫尺远近却无法靠近的那个人，要怎么找寻？要多么幸运才敢让你发觉你并不孤寂？当我还可以再和你飞行，环游世。 至少可以陪着你。你们两个到时候播出的时候，一定要自己拿着手机或者是在电视上看看你们这个舞台的样子，真的就像两个不一样的星球一样，就好好看哦。水星是不是就是那个颜色啊？我没有去过哦。哦我没事，有机会报个团上。问问科学家。小袁，请小袁上线吧。来来来。嗨。来了来了，上线了上线了。两位老师好，就今天我其实觉得你们 特别大胆啊，因为这首歌其实是一个高风险高回报的歌。高风险呢，是因为这首歌最近几年确实特别红，所以也有特别多的优秀的翻唱作品出现。所以今天其实唱的如果有一点点瑕疵的话，其实是会暴露的蛮明显的。那高回报也是因为这首歌原曲就很好听，大家就是会比较容易带入这首歌。楚生哥的今天的完成度， 算是这首歌最近几年我听到的翻唱里面可以排到前3的，非常非常好听。谢谢。陆老师今天又紧张了，对不对？我现在手又麻了。你看看，干嘛呢？我特别能明白他的现在的感觉，因为他跟我说他离开这个舞台太长时间了，他控制不住自己，这是一个生理的反应。这2次我也 希望我吧，我能站在旁边的时候，能够给他一点点安全感。对对，嗯。哦，很好哎。这是最初的我们最大的大师兄两位，还能在台上这种惺惺相惜，我们非常非常的感动。我觉得比赛里边还是会交到真朋友的。其实，谢谢妈妈，谢谢。然后我看我们2个人，我想起我自己啊。 2个人在台上又等待那个结果的感觉，就当年我参加那个新秀歌唱跟陈奕迅在台上，对对对，多年以后在站在舞台上面，好像我就想到跟梁汉文3个人就是同门，然后在做演唱会的时候，感觉就是好像现在你们说的非常有安全感，就是互补，这是最好看的地方。谢谢谢谢。好，那我们商议一下吧。 在现场，你再看他那个演出，他真的是会很到位。唱得好，唱得好。你是说虎吗？然后我不是说虎吗？对，你也是虎吗？咱们3个是虎，一半。行，那就是对，来呗。现在这个结果是经过几位推选人刚刚的，一次小小的商议吧。今天能获得合作舞台机会的歌手是。 陈楚生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我其实今天上来的时候，就有那么一点点的思想包袱在，在这里，就是我很多年了都说我想跟生哥一起唱歌，然后就机会不多。 我想到就是我们07年在巡演时候的那个场景，我是开场，生哥是最后一个唱，就每次我都帮哥哥唱垫场。那么今天我想说的是，我就是想做那个垫场的那个嘉宾，真的这是我非常非常真实的一个愿望。我想插一句嘴，不好意思啊，对我觉得，认识虎子这么久。 就是，其实刚才他说这段话这一点是我不太喜欢的。他一直把自己放得非常的卑微，我觉得既然你能够有创作，你能够有你的表达方式，这是一般普通人没有的，你应该骄傲。对，对。如果一个歌手能够写超过100首歌，我觉得是一个很牛的音乐人。所以我觉得。 从今天开始，你不需要妄自菲薄，你应该相信你自己，因为你就是最好的。人家陈楚生说的特别对，不能妄自菲薄。我想说一句话：想酷不得酷，陷入另外一种庸俗；你想俗得俗，所以是另外一种境界叫酷，了不起啊！哇！哎，我今天赚了，我又得到一个大老师的语录，谢谢。我均沾了一下，谢谢，谢谢。大老师真的是。 流行音乐天花板，我是流行音乐地板砖。我就想，我希望能够像跟大老师这样厉害的歌手一块合作的时候，他能帮我找回一些自己，因为我也喜欢写开心的歌。哎，我写过，还真特开心。爸爸妈妈去上班，我去幼儿园就是我写的。爸爸妈妈去上班，我去幼儿园就是我写的。这个名曲是你写的？爸爸妈妈去上班。 刚才说完那个爸爸妈妈去上班，我去幼儿园，这歌是你写的，我对你肃然成起敬。哎呦，真的，我好丰富的一个人，我觉得咱们俩可以在这个舞台上唱一个宝藏儿童歌手，就是，好，把小白马什么都连一块儿，咱们唱一堆儿童歌。我觉得，而且改的倍儿爵士那种啊，我去幼儿园，哦耶哦 baby， 好，欧了，下回见。 拜拜，谢谢，精彩表演。哎，你今天好稳哦，感觉越来越自信了。肌肤状态好才能自信。你看我还有机会吗？你需要敷尔佳积雪草面膜，修护皮肤屏障，让你的自信支棱起来。宝藏面膜敷尔佳，宝藏歌手服服啪。 谁是宝藏歌手合作伙伴？豆本豆植物酸奶，宝藏酸奶豆本豆好喝也要零负担。谁是宝藏歌手肌肤修护官伏尔加？宝藏伏尔加，重启肌肤再出发。海天好友，谁是宝藏歌手？待会儿见。海天好友，谁是宝藏歌手？现在继续。这里是加一点就好鲜的海天好友独家冠名的谁是宝藏歌手。 谁是宝藏歌手音乐鉴赏官？下载网易云音乐，畅听独家宝藏歌曲。上小盲社区开盲盒，节目门票送不停。让我们来看看下一组歌手：于佳韵、裘德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于佳韵。大家好，我是裘德。你看这个身高，看一看，那个180几，得188、89吧。你等我看他们两个看对方的眼神，那么久。你们有没有想过会被组合到一起啊？其实我最不想遇见的就是他，因为我和他关系很好，你知道吗？那种遇见应该是在一个更加合作的那种舞台上，我觉得遇见会比较好。没想到第一次遇见就是这样一个，对吧？对吧？这个既然来了，我们就只能好好的把这件事情做好，我觉得是最重要的。 对，其实挺期待的。今天就看一下你们两位的一个合作吧。才能让时间倒流，每一分每一秒都珍重。握紧的手，不愿放松。10点半的飞机，它在等候。不要再让自己的眼泪流，我必须要走。要记得我们的故事。 真难忘，太多的回忆和希望。不管它有多疯狂，愿意一生收藏。我们的故事不能忘，太多的情节要发展，不要放弃。 精进了，就是这个跟这个。我觉得前面一半余佳运的 R&B 的风格，到后面一半变成 swing，应该是今天目前听到最大的一个反差，我觉得哇，两个人都在做着自己的那个风格，然后用自己的方式在诠释同一首歌。明明是同一首歌，但是因为风格的不同，然后给这个首歌，也特别不同的气质，都非常的好听，我们听的都很过瘾，但是就是不知道怎么选。只有你喜欢哪种更多一点，我们商议一下吧。 那各自说一下理由吧，咱们。我真的是两种都是我很喜欢的方向，驾驭很好，真的很自然，就是随意里面就是随便。但是求得就是我没有想过它可以将那首歌变成一种节奏。其实，在两位今天都非常完美的表现之外，我们几个也是。 摇摆不定，今天能获得合作舞台机会的歌手是裘德，恭喜裘德！其实对于我而言的话，我更希望大家可以去。 喜欢裘德的这种音乐风格，因为其实现在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，越来越多的人，他们可能都喜欢听一些热歌啊、火歌啊、简单的编曲，但是旋律很让大家都能记住那种。所以我会觉得他这样的音乐风格需要一个舞台去给大家证明，质量很高的编曲也可以是大家都能接受的好听的音乐。这是我个人的私心啦，其实就是。 就是很喜欢裘德的音乐，一直都很喜欢。对，嗯，来抱一下。谢谢各位老师的肯定，我下一场一定会更加努力，带着我的灵魂，非常期待。 现在我们有请下一组出场的歌手。 哇，这怎么选？两个人都是非常非常擅长唱情歌的歌手，对对对，一个以声动人，一个以情动人。站那么远干嘛？近一点，哎，谢谢。怎么了，孟慧圆？身边不是你，不是你那位，你有点啊不适应哈啊。我不是邓建超，不是。大家好，我是任中。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做孟慧圆。大家好 ，Hello。今天的同曲对唱舞台，两位既合作又竞争，对此有没有什么新的感觉？其实这一次，因为现在舞台越来越少了嘛，这一次也能够争取到和任中一起唱这一首歌，我也会全力以赴，好好的珍惜这一次舞台的，好好的享受这一次舞台。 这个竞争嘛，这个可能竞争对我来说，我这个人不太喜欢争，所以我，我来当做唱一首自己想唱的一首歌这样子，而且这首歌是我好朋友的。什么歌啊？我的名字。哇哦！哎，说到名字的时候呢，我一直想问严仁中，你本身真的叫严仁中吗？ 你叫炎太阳穴什么类似这样的？你到底叫？就其他穴位，它是一个暗角。我其实本名不是这样。叫什么？比如我原本叫严仲轩，因为当时音乐平台跟我说你可以取个艺名什么之类的，后来我就把那个中间那个字拆成人中。哎，我们还有谁名字是艺名吗？咱们要问这个名字的话，不都要问一个人？嗯。 毛不易，毛不易本身真的姓毛吗？这个不姓毛，对不对？不姓，非常不幸啊！为什么会毛不易了呢？网名嘛，当时就是，然后也是注册那个什么账号，然后后来参加比赛的时候，节目组以为是真名，就给报上去了，沿用至今。那您本身的名字不会是非常的农家乐吧？啊 也还好，比如叫我本身李大壮什么类似这样的一个名，本身姓王，本身姓王，王哦王，维嘉，我叫维嘉，维嘉，哦，这个答案好棒哦。那您的本身的名儿是？我本来叫刘玉瑜，你叫什么？好难哦，刘玉瑜。 就是当时起名的时候，警察问说叫什么，要吃了口特别热的豆腐，叫刘鱼鱼，这人就给急。小时候学那个 ABC 打字输入法的时候，每次要翻7页才能找到我的名字，所以就去改了一个比较易懂的名字。那千嬅老师，您的名字跟健康码一样。 真的吗？哦，对，就说双码是可以认证的哈。那你呢？我很想知道很久了。什么我呀？大张伟，我叫大布隆腾特伦特恩达。大布隆腾特伦特恩达。我以前是迪拜那边王子，好吗？然后那个，我就是叫张伟。哦，那么大，为什么大？大就是因为我在班里的那个年纪比另外一个叫张伟的岁数大，好吗？ 好，今天我们就期待一下两位歌手的表演。好的，请开始你们的演唱。喂，1、2、3，嗯，好。 是他的风格，所以应该是孟慧圆现场。把当你轻声冲着我的名字，我觉得人的语气印着你，庆幸自己没跑太久，好活得太。 纯粹的以为，世界等同于你。拜托你大声怒斥我的名字，我要赌气向远方跑去。如果没有这些声音，我还。 才算是离开的距离，在撕扯烂打的青春日子里，无非挣扎的也就那么几个。他的声音纯净，洗涤我的灵魂。 我记得在包里藏一瓶百无聊赖，打翻人间的背影和仓库设计睡着的未来。我祈祷那些能看穿中我的笑话，让我怀疑我的存在，最后笑了起来。 轻声冲出我的名字，我学大人的语气迎着你，庆幸自己没泡太久，还活在弹丸之地，纯粹的以为世界等同于你。百度地道显露出我的名字，我要独自向远方跑去。 如果没有这些声音，我还搞不清多远才算是离开的距离。在死缠烂打的青春日子里，无非挣扎的野兽，那么几个问题。 我习惯在网上平白无聊来，把发人间的白云和苍空设计睡觉的未来。我庆幸那些能看穿中我的傻坏，让我怀疑我的存在，最后笑了起来。 民航的歌，这个跟刚才就是完全是两种感受，因为这个中间感觉是切歌了，但是这个歌居然还是同一首歌，而且他们两个人唱都是自个儿很擅长的这种方式在演唱，这个真的是可以用毛不易的感觉，没毛病，对不对？这个没有任何的毛病啊。是。您听完之后有什么方子要开吗？啊？就是给他们开个方子啊，嗯。 真神奇，我觉得，就一首歌，两个人一下就能看出来每个人是平时是什么样的性格。哎，那你感觉一下，我们颜人中平时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？要问这么细吗？就，你既然自个儿 Q 出来了，我就深问你，直到问到尴尬为止，好吗？来，我觉得在这首歌，我感觉他表达的是非常热烈的，非常直接的，很用情的，在。 唱这首歌，然后孟慧圆就感觉她还是很美的，不管什么歌，她唱出来都感觉是她自己的风格，然后很脱俗的感觉。谢谢，不客气，讲礼貌啊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看小袁老师怎么说。来，我过来了。首先，我必须要夸两位的唱功，为什么呢？因为。 你们现场听的是有调音台的，用话筒录出来的声音，但其实我在这边听是跟歌手的耳返里是一模一样的，所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修音成分在里面的。然后还有一个是我非常庆幸我今天没去现场，因为真的选不出来啊，太难了，所以所有的决定权留给现场的各位老师了。哇，好会甩锅，好棒！谢谢我们圆啊。 阿圆儿，如果说你能不能给我提示？如果你只能选一个，走了啊。算了，这么着吧。哎，没事，他会回来的啊。我们圆儿那么可爱。王源逃走了，那咱们就商议一下。来了，你说有缘分的人。我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在这儿说会不会不太好啊？你说小声一点。小声，声小一点。悄悄话。 我们看嘴型，他们看不见哦，他们能看见。我看到了，完了！哎呀，对，哎呀，完了，得罪人了。No！ 你的提示对我们有特别大的帮助，太好了，谢谢圆儿，谢谢。哎，对，就是说他们两个只能有一个人。我当然很喜欢孟慧圆，但是我觉得这首歌对我也是这么觉得。那个黄老师，您觉得？我投的话是孟慧圆，她的声音真的，我感觉她唱快的歌也好，或者不一样的歌，总是有自己的一个。哎，那个也是个点，那个 flexibility 都是个点。对。所以您现在改主意了，对不对？孟慧圆。行，一半。答案已经很，哎呀，是吧？差之毫厘。经过我们漫长的讨论。 能获得合作舞台机会的是孟慧圆，恭喜你！谢谢。如果要选一位。 推荐人合作的话，会选谁？其实我想跟那个毛不易老师合作，因为之前知道他也是护士专业的，然后我也是护士专业的，然后直到今天我才知道杨千嬅老师也是护士专业的，能不能就是我们三个护士专业的？你就是想跟护士专业的人合作，是不是？就专业对口，就大学毕业呀、仨人找一块上班去。 可以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各位老师。那么期待下次孟慧圆的合作舞台了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拜拜 ，See you nice。下一组出场的歌手是谁呢？哇，各位老师好，大家好，我叫曹阳。各位老师好，大家好，我叫樊宇。今天二位要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歌曲啊？今天要带来这首歌是黄礼格还有队长的歌，叫做《Let Go》。对，然后这首歌描述的是一种刚刚分手之后的一种心情吧。我的部分可能就是比较洒脱的那种，然后分了手就，绝不回头那种感觉。对我的这个部分可能是加了一点小调的东西在里面，所以就是还没有完全 let go， 然后就是沉浸在那个里面，有点纠结的这种感觉。就是两个剧本在同一首歌里面，对，就是两个处理。这个合作又不一样了啊！好，那我们恭听了，谢谢两位，好来，谢谢。好的。 无所谓有没有你的怀抱，一场雨大不了就淋湿掉。很想你，也不想让你知道，假装坚强全都是伪装。是为了你，像你的轻声细语，我就要离去。那么就 somebody let g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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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你走远后就别再回头。你带走了我全部的梦，留下的心变得湿透。Let go let go let go let go， 你走远后就别再回头。你带走了我全部的梦，留下的我全部。这关系像风也像雨，让人摸不透底。 感情有时云里雾里，始终还不够清晰。没有你的日子，还是会想起你 ，baby。但明明说好不想再提起，我又违背。我靠着车窗慢慢的睡着，笑挂嘴角，漫长的隧道少了熟悉的一道。为了梦你，送你的借口，尝尝你的信号。 别只剩下黑白，我一次次试图冲破黑夜的阴霾。Yeah 每个夜晚又被黑暗无情的掩埋。Let go, let go, let go, let go， 你走远后就别再回头。你带走了我全部的梦，留下的心变得湿透。Let go, let go, let go, let go， 你走远后就别再回头。你带走了我全部的梦，留下的我全湿透。Let go, let go。let go, let go。升调了。如果口嘴音能将你心事的防线，如果回忆能把我带到你的身边，想为你征服，为你当一，为你再一次疯癫。也习惯但不舍弃，想极端但不彻底。 好希望但不合理，我喜欢但不可以。收敛自己的好奇心，有些东西一旦触碰就会上瘾，好比空气。你的存在没人可比可惜，以后的你也只能活在我的歌里，能够回忆的只有你的只言片语，脑海里面翻滚的都是你的记忆。我也不是说你就是我的唯一，但怎么就只能听到你声音？ Let go, let go, let go, let go。你走远后就别再回头，你带走了我全部的梦，留下的心变成石头。Let go, let go, let go, let go。你走远后就别再回头，我也许会原地不动，但也能选择更自由。 假装坚强，全都是伪装。 哇，厉害厉害 ！Let go， 高啊，实在是高啊！哎，你看，就是梵语刚刚唱完，立马又变回梵语这个不唱歌的时候的状态，羞涩，就是害羞谦逊的笑，一直挂在脸上。但是当他唱起歌来，就整个世界就只有他在唱歌这个事情。困兽的感觉出来了。还是有点高，梵语好棒！最后那几下已经唱出了那个颅内高潮的感觉，真的就是让我们听的感觉，然后是吧？叹为观止四个字发现，我觉得很棒，很棒，很棒。是的，是。但是我能说句实话，曹阳，我觉得我对不起啊，我要说一句，你今天选这个歌，我觉得是失败的。 我不知道为什么啊，因为曹阳每回演的都特别好，然后这回这个歌我可能是我个人有点听着莫名其妙的，前面的演出有一点儿，然后我觉得前面有点压抑了曹阳的唱歌。刚才大家看到的前半段的演出是其实是因为我的失误自己忘词了。因为这首歌比较特别，就是大家现场听我第一个音出来就是我唱，但我阿凡里面有四拍，然后但刚刚在那四拍的时候就一下子有点懵了，像断电一样，就是对。曹阳老师确实有一些的失误，这个很遗憾，但就这首歌来说，还是梵语老师更稳定一些。谢谢老师。 今天获得合作舞台机会的歌手是梵语，恭喜你！谢谢老师，我会珍惜所有的舞台的机会。对，谢谢。然后再次非常感谢曹阳，谢谢。加油，加油！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 我刚刚在上半场录制结束的时候，在路上碰到他，然后我看到他好像是不是在外面偷偷背歌词啊？对，我在练歌词。我知道这种其实突如其来尝试一个这样的曲风，你要记下来词的量是非常大的，它的字又密，而且不是自己写的说唱更不好记，所以我非常能理解。我很开心的事情是，我第一次过来这个舞台，我唱的是慢歌，然后后来我又唱了不一样风格。之前有唱跳，然后今天虽然刚刚有点状况，但是我还是为我自己的选曲以及这个风格的选择，我是开心的。虽然刚才就忘词了，但是我觉得我很爽。我在排练的时候也很爽，我在练歌不停的练这首歌的时候，我真的很，我期待着在台上展现这首歌的这个瞬间。加油！谢谢大家，谢谢二位的表演。好，谢谢，拜拜，加油。那我们有请下一组歌手。哇！哦，蒋老师越来越仙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马上就要飘到天上了。哦，大家好，我是歌手蒋凡。大家好，我是江美琪，小美。大家好。今天选这个歌的时候，两位都非常觉得很合适吗？对，其实还蛮合适，因为我们喜欢的很多歌都是那一个年代，都蛮多都相似的，还蛮经典的一些歌。对。演唱的是什么歌？其实两个版本嘞，因为那时候蒋凡老师觉得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语言来去表达同一首歌，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。我选择的是万芳的《猜心》，然后是王菲的《如风》。对，同一首歌的一个粤语版，一个国语版，哇，不同的感受。好了，那我们开始吧。好，加油！尝到了谁紧紧锁眉？我的喜悲随你而飞，擦了又湿的泪与谁相对？这样的夜，夜来的街，问你尝到了谁紧紧锁眉？我的喜悲随你而飞，擦了又湿的泪与谁相对？ 喜悲随你而飞，擦了又湿的泪与谁相对？这样的夜，热闹的街，问你想到了谁紧紧锁眉？我的喜悲随你而飞，擦了又湿的泪与谁相对？ 确定不是 program 里面声音吧？啊，确定不是录好了啊？这得站起来鼓掌吧？是不是？厉害厉害厉害！这都是流行音乐，对不对？哦，哎，不要这样，这样感觉我们很长辈。味儿太正了，我们现在开始鞠躬了，我给你跪下了。好了，退下吧啊！谢谢。我刚才听到那首歌，我这回忆回来了。你们在唱的时候，我在想。 咦，如果今天我在台上，我正在想着什么去唱一首歌，所以今天在唱《如风》或者是《猜心》的时候，肯定跟我们当初听的时候心里面很不一样，像时空好像回到我们当初在听到歌这些歌，或经历了哪些过程。对对对，我们在不同的时空的一种回忆吧。对对对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 一开始蒋凡老师在唱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这真的是我免费能看的吗？因为他唱歌声音又很清亮，但是又有一点绵绵的，很纯真的感觉。然后高音又不燥，低音又不会飘，所以蒋凡老师的声音真的是清澈少女，宝藏，宝藏，对，就是这两个字。谢谢，我好开心，就是能免费看到这样的表演。想花钱也可以。续点的啊！而且我要补充一个，其实蒋凡老师在网易云音乐的音乐人指数已经增长了148，这个这是一个很大的涨幅，被埋藏了多年的宝藏歌手，在《谁是宝藏歌手》这个舞台上又开始熠熠发光。蒋老师真的是宝藏歌手，你明白吗？这四个字儿哇！蒋老师，您自从参加这个节目越来越仙了，您自个儿感觉到了吗？ 脚底下是有鞋的，对不对？是有鞋。我觉得他现在是应该是浮在半空中，哇！他现在走路有风，哪儿都那个哇，好棒哈、啊，那种感觉啊。江美琪一张嘴，我跟毛不易说，华语金曲。对。就是你能想到，比如说流行音乐是一个词儿，你没有听说过，然后呢，你听过流行音乐之后，你觉得什么是流行音乐？江美琪就是流行音乐。 选你们两个，我们真的不配。对对对，所以老师们，你们来选吧。如果只能选一个吗？对，合唱舞台。选一个推荐人合作的话，选一个，因为他有跟我说，他很想跟丽丽合作。哦。对，然后我也喜欢丽丽的小伴，我想要听你们两个可以唱这首歌，就好像我喜欢的人也喜欢我那种感觉。哇。嗯。 现在还有一个推荐人，我们来听听小袁想说什么。两位老师太好听了，我的状态给的太足了，我知道3、2、1咔，哎呦，真的太好听了，太好听了，我在这边鸡皮疙瘩听起来了。就是当两位老师的唱功、舞台表现，然后个人风格、个人魅力已经登峰造极的时候，你就没有办法去评价了。两位老师太棒了，太好听了。那我们就替小袁也一起商议一下。好嘞，行，现在听起来感觉张美琪有更多合作的人选是这意思，对不对？如果我选，我会选蒋凡。蒋凡，我们就从自个儿想合作的这个角度来说吧，好不好？你们三个是蒋凡，我们三个是江美琪。So。 刚刚我们的讨论让大家全都晕了，我们就整个就疯了。刚刚为难你们了，我没想到这么，我的头发已经够少了，我不能惊奇再掉了，真的。所以经过我们漫长的讨论，我们几位推荐人最后商议决定，今天获得合作舞台机会的歌手是。 蒋凡老师，我们还是可以一起去吃早餐。而且，其实我刚跟小美合作的时候，我会觉得，虽然我们风格不一样，但是其实我们蛮有就是老相识的感觉，因为她的音色。 然后他的节奏，他那种踏实、那种稳定度，在舞台上他其实是非常的放得很开，就是他一点拘束的感觉都没有。我刚刚突然想，我刚刚还跟那个蒋凡老师说，如果之后雨霏们演出，我要去当嘉宾。我已经想到一首非常适合你唱的歌。什么歌 ？Lazy， 很摇滚。哇，太棒了！连活着活都感受太好了，太棒了！好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，下次见啦，耶，拜拜。 拜拜，看着点您的仙裙儿啊！让我们来看看下一组歌手。我觉得这句的时候，我们两个人可以对视一下，是吗？难忘缠绵唏嘘。对，就两个人这样舞台，我觉得会更加油，小美，加油！哪一呢？哎，哇，是严泽欢跟 Ice Paper。毛毛老师。 和千嬅老师，你们认识吗？有听说过吗？听说过 ，Ice Paper， 特别是因为在一些短视频的平台上面看到他的作品，他有很多还非常多人听过。对。他们两个人每次都是重新编曲的，就是很快用特别高超的编曲技术完成一首，即使是翻唱的歌也是非常有新意的。哦，他们自己编曲的。自己编曲，两个都是制作人啊。哦，那我们现在有请两位歌手。 各位老师好，各位观众好，我们是10平米，我是 Ice Paper， 我是严泽欢，老师们好。你们两位之前都是合作的关系，但是这一次是同曲对唱，有合作又有竞争，跟之前有没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呀？那对于我们单人如果进合作舞台的话，肯定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50%。 但是对于我们两个人来说，我们加起来100%，所以说不管是谁进到合作舞台，我们都是用100%的方式去对待那个舞台。怎么讲呢？反正这一场，我觉得我尊重我的好兄弟，所以我还是会用100%的态度去面对他。我相信他也会和我一样。对，那你们谁先张嘴啊？ 是唱吗？对，那不然呢？你这个相声，这是个相声节目吗？你可不是唱歌吗？然后你先唱。哦，所以 Ice Paper 说他尊重他，但是要给他点厉害看一看，是这个意思。对。今天带来什么歌曲呢？一首经典老歌，沙宝亮老师的《暗香》。你听过吗？没听过。那就开始吧。那我们听听今天您这么棒的演出，好不好？好，来了。离开花朵很像残留，像消在风起雨后无人来嗅。如果爱告诉我走下去，我会拼到爱尽头。这么低吗？心若在灿烂中死去，爱会在灰烬里重现。 缠绵细雨时，有你笑容为我祭奠。伤心在灿烂中死去，让爱在灰烬里重生。哦，烈火烧过青草痕。 很像残留，很有他自己的点。嗯，他的起伏超级好。哦哦，很像残留，很像残留。好期待，好期待。 离开花朵，暗香残留，香消在风起雨后，无人来嗅。如果爱告诉我走。 下去，我会拼到爱尽头。心若在灿烂中死去，爱会在灰烬里重生。难忘缠绵细雨时。 笑容为我祭奠，让心在灿烂中死去，让爱在灰烬里重生。烈火烧过青草痕。 像残留，这怎么选啊？太帅了！ 好喜欢，我觉得这好残酷啊！因为我设想的就是后面再起来，真正的起来，然后两个人一起合唱，但是对，就是要规定你们卡在这里就结束了。对，他们给对方都留了那一点儿，太酷了 ！Ice Paper 真的把就是我们严德欢当兄弟，就感觉即使他编那块儿，他也要有他兄弟的那个影子全在。吉他部分就电琴部分是从头到尾都是一直都有的，对对。对对对，就是穿过来的。除了酷之外，感觉非常感动。对，他就不是那种我把你推开，然后现在我才是我的那种感觉。对，就一定要后边给你怎么着啊？嗯，对他还是很有整体性。两个人都是一集都没有分开过。你们两个会通过这个节目，即使节目结束了，你们两个应该。 很难结束，对不对？10平米，对对对啊，很难互相介绍女朋友啊，他们啊不是就是，因为我觉得合作会上瘾，是吧？对，我们俩有计划，今年要出一张EP，就是毛先生拿起了麦克风，他知道他要说话了，来，哇，哇，这太棒了！简直没有想到，风格又完全不一样，都有各自的特点，但是又非常的能够融合在一起，像大老师说的一样。哇，哇 ，so good！ 恭喜这一对宝藏新人，感谢你们，谢谢。哎，还有小圆，小圆，我们要听小圆说话了，小圆，切我了，切我了，嗯，放你出来了。我在哪呀？已经切过去了。对 ，hello，hello， 你们好，你在我面前。林泽欢 ，Ice Paper，hello，hello。 就是我觉得他们两个这场完全不一样的点是在于两个人全是一首歌，然后风格不同，但是拿捏那个度拿捏得非常好，非常合适。因为这首歌确实很经典，《暗香》这首歌，他们完全知道怎么样是致敬经典的同时拿出自己的东西，而不是一通乱改。所以我觉得这场特别好，加油加油！谢谢谢谢谢谢。 那我们就商量一下吧，好吧？请稍等，我们跟圆儿一块儿啊。好，对对对。就是 Ice Paper 嘛。我都是 Ice Paper 是很多层次，所以要 build up，就是他在编曲上面你都感受到他是这样。我投严泽欢。严泽欢。Ice Paper。Ice Paper。Ice Paper。嗯，我投严泽欢。Ice Paper。好，三 I。现在是很焦灼，是吗？如果你选了严泽欢。 哇，我很怕看到那些场面，怎么办？经过我们刚刚漫长的讨论，我们几位推荐人商议后决定，今天能获得合作舞台机会的歌手是谁呢？是 Ice Paper， 恭喜恭喜 Ice Paper。 我们刚刚其实讨论的可焦灼了，下一次舞台也只是下一次舞台，之后也有很多很多合作的机会。是的，所以感谢二位今天精彩的表演，谢谢你们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谢谢，谢谢袁泽欢。啊！大家把掌声给他，对对，超开心的，真的超开心，谢谢老师，再见，拜拜，谢谢。 一如既往的好，我一如既往的麻，不要麻，听麻了，真太好了，太好了，一如既往的麻头。让我们来看看下一组歌手。哦，加菲猫又要来了，对不对？两位都是音乐节的常客，一个是复古风格的原创音乐人。 另外两位则是比较小清新的音乐风格。今天我们将在同一首歌曲中听到两组歌手不同的演绎，我们非常期待。别问好不好，说要不要。好开心啊！开心对不对？鲜花节已经很精彩啊，已经奔放起来了。我觉得我自己在看那个音乐节，我觉得他们应该一起的，就是3个人应该一对的，真的没有任何觉得是要把他们分开的感觉。刚刚从那个轻摇滚到后来那个陈静飞的那个，我觉得他这个变奏。 对，很好哎，那是啊，这2种不同的女人的感觉。对啊，天使小恶魔，嗯，因为她总是一副感觉这个你们都是谁呀、啊，就是那种感觉，就是那种非常不在乎那种。但她其实很，所以她的特别可爱的点就在这儿，然后她看出一副就是她似乎冷若冰霜，然后你让你摸不着方向，其实她心里寂寞难当。 我太想赤裸裸了，充满欢乐梦想。哇，他跟这个歌太合适了。所以说，陈静飞让我觉得她特别的神奇的一个女孩，有意思。谢谢谢谢你们。因为房东的猫，大家之前听的比较多，都是相对安静一点、温柔的歌，但今天确实让我特别惊喜。 就是他又是那种很乖的形象，他又唱这种歌，就反而有一种灵气。可能这种歌我不知道你们平时唱的多不多，但今天完成的非常好。谢谢谢谢孟老师。如果你们有机会自己选择的话，你们最想跟哪位推荐人合作？就是我们。 其实是想选一个男歌手，他很年轻，就是他的声音很年轻，他的声音很有少年感。哦，啊，我们就是说想选有清澈少年音的大老师。 什么意思？清澈就是说我特别的naive，就天真，然后 pure， 然后特别的那个就是透亮。对对对。那陈静飞呢？你最想和哪位推荐人合作？我最想合作的是他的音乐也很性感，然后他的人大脑更性感的大老师。 好厉害啊！大佬很性感，那个我最第一次听的。哦，我有我。什么感觉？大老师，我采访你一下。理所应当，好吗？我是个清澈的少年，谁不愿意选择我？好，那我们商议一下吧。太难了，哎。2个人很好哎，很消极哎，这个。我还是喜欢房东的猫多一点，因为感觉他们今天好像。 稳一些吧，可能也是演出经验比较多。我就觉得，因为今天房东的猫已经很满了，刚开始出来的时候，我还真的蛮为陈静飞担心的，但是他完全撑住了后面的东西。哎呀，好嘞，那多数是整体演出是差的。好嘞，行 ，OK。经过我们的讨论，我们几位推选人最后商议决定。 今天能获得合作舞台机会的歌手是谁呢？陈静飞，恭喜陈静飞！我美梦成真了，就是。 因为坦白讲，我的安全区域是在我自己的创作和表达。这个节目和舞台带给我另外一件事情，就是灯光照过来，然后还有大家的这个能量和这个荧光棒给我的一种，就是更强烈、生活的更强烈燃烧的一种感觉。梦想成真，但是别醒来，好吗？然后我们就是会永远在音乐里头遨游。好了，感谢你了，谢谢。 谢谢男组歌手的精彩表演，拜拜，拜拜。下一组出场的歌手是谁呢？哇！哎呦喂，20年啊！他们是20年前中国乐坛最炙手可热的歌手，而且他们两个人是20年以上最应该来到这个节目里交集的一对。 那么我们现在又进入了这个餐厅，是来自了我们海天豪肴一招定鲜，希望给我打爱心好不好？谢谢榜一大哥给我刷火箭，谢谢。哎，千嬅姐和毛毛最近在忙什么？我在做专辑。我也是，我也是。幼鸟指南。幼鸟指南。一般现在出歌都是一首首单曲出，然后最后出2首全新歌，然后凑成一张专辑。但是人家这一次就出10首，也是没出单曲吧，也都是一个意思。捧你呢，你就接着点。夸你的也别谦虚过度啊，不因为这个市场的环境而动摇自己做音乐的这种一个整体的概念。 毛毛老师还记不记得护士专业的知识呀？还有千嬅老师，比如我流鼻血了，突然拿凉水冲，拿凉水冲是冲鼻孔吗？是冲鼻子。我是敷冰，好像是吧 ？Ice Pack 的那个，敷在脑子上。失眠呢？失眠就是放松。您二位真的在医院工作过吗？好了，我们今天圆满的那个结束了，我们要干杯庆祝，谢谢新来的飞行的朋友们幸会，迎接我们下一次的合作舞台喽。好。 谁是宝藏歌手合作伙伴？豆本豆植物酸奶，宝藏酸奶豆本豆好喝也要零负担。谁是宝藏歌手肌肤修护官伏尔加？宝藏伏尔加重启肌肤再出发。海天好友，谁是宝藏歌手？待会儿见。海天好友，谁是宝藏歌手？现在继续。8位宝藏歌手将会登台进行他们的独唱展示。 用1首歌的时间来争取和在座的各位推荐人合作的机会，我真的很想和你一起合作。我希望我能够成为 Paper 的伙伴。我想向您学习。他已经有人了。上微博搜索“谁是宝藏歌手”，进入话题页，观看节目视频合集，为你喜欢的宝藏歌手加油助力。